第一尊的萨斯公啊，建于清乾隆二年。再一次对不起。哇，第一尊的萨斯公啊，建于乾隆二年，也就是西元1737年。我算一算，大概有275岁嘞。哇，年纪真的特别长，看样子应该非常灵验。废话不多说，我先来拜一下。哎，怎么会有一颗木瓜？提示吧。可是我看信上，可是我想信上也好像没有什么提示。对不起，再次。再见。哎，转错边。谢谢。那边怎么会有一颗木瓜？迪卡，不是迪卡，猪脚。这第一天没有猪脚啊。我们可以说别的地方吃啊，吃便猪脚便当的时候，是吧？在拍的那一位。